我得把灯稍微开去哦，这个我会调一下。一个挑四个，兄弟们看好，这里可能还有一个。哈哈哈哈！觉得有开头的，等等，请来留言。我来当个先锋，有人要当中锋，还有后卫的吗？还有控球的吗？快点控球的！我的刘海越来越可爱，还好吧？没有人第一天那么可爱，现在长长而已。这个是发财头，不是可爱。来玩个久违的螺丝好了，帮我的螺丝剪个精华影片。再帮我想一下，如果要秀的话是出，其实出红刀是挺秀的嘛，对吧？这把莫拉吗？这把莫拉也 OK 啊。但是哎，对，好像很久没玩莫拉 King 了，想说很久也没玩螺丝，对不对？干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玩螺丝是流量保证哎，我有发现你们会偷偷关注我，会拍谁？哎呦，我刚好有没有想到那个人？哎，这海底草特别，直接就跳入江，哇，直接封塔，哎。是谁在封塔？好的，我不要完蛋。谁封塔？完蛋！完蛋！他们在打套路的，是不是？可能 maybe 要被抢。不啊，这个，怎么完蛋？投给我，拜托！翻一下，投给我！咖喱啊妈的，怎么那么痛啊？拉喽！最多了。Nice， 兄弟，我们直接处理。有没有？我们刚直接算到那个电的被动，还有那个招式，这就是我们一个纳克的保证。这个中路等一下直接把它洗掉。啊，洗起来。这个好像可以，这大补包那就算了。来，这个给。刚刚可以吗？可以哦。他再一下，你就再一下呗，直接自残。下课。来，兄弟，是龙吗？打过来。我觉得有机会。别！好，是龙。来，速发育。哎，兄弟，凡哥。我有点吧，没事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螺丝现在我的节奏是很好的，很顺的，真的。这里应该不会遇到的。输啊！没事。现在，我以为只有他一个啊，想说他怎么可能这么危险？直接速绕回家吧，回补了，状态不好。因为我是一开始就在玩螺丝，所以其实一技能的方向我已经习惯就是这样的。你们懂我意思啊？就是我们已经这种老练的、老江湖的，已经是不会受那种影响，可能会 K，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真的还好。敌人消失。哎，挖一下兄弟。来，神尾刀，我这把真的会开秀。先来。集结中路抢中，我跟你们讲，直接往下打，我们不收蓝 buff， 我们直接处理他，太过分了！到底你是哪里来的自信，小妹妹？业绩小妹妹，你以为你一个可以打几个？不要看。挖一下 ，nice， 撑个助攻，爽出，拉了，不行了。你们知道纳克是很好打爱丽丝的吗？就是如果你选纳克，前期只要滚到节奏，应该说爱丽丝是很怕我的。虽然说图伦没有很怕我，以前期来讲，因为图伦其实算是能够抗很多次的，毕竟我贴上去他可以一二五，相信你们应该是有一点概念的、啊，兄弟们。然后注意哦，这个队友。直接
然后往上，移动，往下上，往下冲进，再次击了下空，不给你任何的情面，谁叫你情面还我？当然，我今天也很帅啊，今天。这个不赶快教大家打我，他教他打我，我可能会怕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这把我想出破阵全能，然后就双防，就是出后面两件装备都是出防御的。对，我们打一波烧的。应该知道后面两件装是什么吧？就是护卫军杖盾再加仙女的。我们先把夏达给转掉，直接靠过来，你跟他打吧，兄弟，我在你旁边。直接打伤，纳克打夜机就是这样打，二一上去一套，然后逼出大招，顺风的纳克就是这样，顺风的纳克打，因为他很慢，机动性太快了。好，我们上路下个布尔，我觉得直接开了，没有兄弟帮助他，没事，你很棒，哇！先拉了，那我们应该还是要等前面，还有一点前面是我在，这个我可以调一下，一个挑四个兄弟们 ，nice， 这波操作一个干四个了，这里预判，没事，就这个，四只挑卵的打，满足，来了兄弟们看好，这里可能还有一招。预判，这真的是预判，这没有开图，觉得有开图的等等请来留言，我会先跟你说声抱歉。这个红贴上面不对，我就是带一波上，这样会顺一点。兄弟们，又是一波一杠二的题，这个要搭配恶魔觉醒，有没有看到我一个细节？我是全部第一脚下去的，直接虐杀，真的是虐杀。有没有看到我一个恶魔觉醒的细节？兄弟们，你们有看到吗？你们应该不要把干吧，我三刀全甩。如果说你先一技能是两段，那你可能没有搭配那么觉醒。光速支援 ，OK，Hello，Hello， 拜拜。这就是我们先出模仿的好处，干他根本不需要动。我感觉我上路需要帮他，干我去带吧，我去吧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肥不去带吗？他打不赢，所以他不敢去，他畏惧他了。我去，我觉得你还是走吧。兄弟，先拉一下，这个打他装备起来就是要用软的，有大拉掉，这样软的。哎，其实这应该让我去跟他玩，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肥雷会被他揍烂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会被他揍烂，我应该就这样先去翻墙，毕竟他是雾中。没事，我们山那边队友应该撑得住，我们直接进攻，上路我不去了。希望他们别再死了，他们再死可能真的会输哦。哇，为什么整天想一打五啊？看不懂，挂了挂。感觉夜机就会再来，等他一二过 ，OK， 他没刀了，他把关键技能缴出来了。夜机的输出来源，这个我们直接在大一波上，然后等直接全接那个。十秒后的凯撒，来吧，我们出王者吧，就是这么的快 ，OK， 我觉得可以结束了，怎么可能从我手上抢走啊？没事，我们直接推。哎，还在玩，我觉得中要人带走，干，兄弟，你找错目标了，我是很猛的，你找错目标了，像这个我们现在就对不赢，这十级的夜机我们可能靠不赢，吸血掉，我们吸血掉，怎么都上去抓啊？看能不能有一点带线意识啊？对面也是一个破口，这什么意思？兄弟们，狙了。这游戏区啊，
哎呀，哎呀，双方看不懂，下路有点尴尬。天空巨人既然巨龙口误，天空巨龙进来没人过来，上路追一个人。兄弟们不说了，这个直接细节的操作，我们直接看到四个人傻傻的往下走，我的队友也傻傻的往上走，我们直接处理。今天抖内又要破万了吗？哪有每天都在破万的啦？有人每天都这样乱花钱的吗？每天花破万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这个是随缘随缘的。